水，慈悲如露，法如水。好，在这张如露两个字，露好像一个露珠的感觉在手心上，法我们用佛法来呈现。好，能洗过秽涤无明，那在这个地方能洗过秽涤无明，能我们手指间在左肩跟右肩点一下就可以洗，直接的干干净净的。无过秽两个字我们用烦恼，无明我们就是用一窍不通或者不懂来呈现。修行修持一念心，修行修持一念心，修行两个字从心的位置往前的动作。好，修持两个字我们用力量来呈现，一念心。好，学佛念佛感恩佛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学我们要抓它的样子，叫做模仿或者学习，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手势，佛念佛感恩，我们直接记得谢谢的感觉。最后这个佛我们打佛陀上来，感恩佛陀的动作来呈现。